喂，小伙，待会儿跟我去门口开个会。啊，没有，哪来的女人的声音？没有，你听错了。对，小伙，你好了没啊？我们看电影快迟到了。不是，你这是干嘛去了？啊，没有，刚刷抖音呢。放屁！别说话，真的在刷抖音。对。你谁啊你？我是他老婆，你以后别再给他打电话了。不是你疯了，疯了，这是干嘛？谁允许你上班时间泡妞了呀？不是谁泡妞了，嫌我泡妞是吧？那我给你敢接吗？让我害怕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我看看哪个小狐狸精？我妈。你妈？嗯。拿来。你看吧，我都说了别让你说话了，你接吧。接吧。啊，喂妈，他说他不想跟你说话。喂，妈。阿姨。对，我是他老婆。我是他老板，阿姨。待会儿回家吃饭。行，好。那我知道了嘛。我知道了，阿姨。好，阿姨再见。我妈叫我们俩一起回去吃饭。大总，我等会还要跟王总开会呢，你帮我跟阿姨说声。不是，那你车钥匙？你拿着开。这。